死我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你神经有问题啊，大中午还睡那么死。我神经怎么会有问题啊？据书上报道呢，像你这样突然抽动一下，是因为一个人进入了深度睡眠，你的神经系统以为你死了，所以呢要过来试探一下，看你到底有没有死。我神经系统对我还挺负责任的。哎，不对，刚才明明是在街上一个人向我推销茶叶，他让我闻一下，我闻了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没有闻啊？他让我闻的。他叫你去死你也去死啊。你没看最近那个微博、微信、陌陌全部都在转载吗？最近有一些外来人员，他们专门给人推销茶叶，那些茶叶上实际上都被他们撒了一些迷药，闻一下就晕倒了。那晕倒之后呢？于是就劫死了。劫财。男的呢？劫财劫死了。幸亏刚才是做梦啊。他们也不会劫你的色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长得比较安全。这年头啊，长得帅也危险，还是长得安全一点好。有人敲门，去看一下。小姐你好，我们是国际贸易集团，最近进了一批茶叶。茶叶质量非常好，价格也十分优惠，不信你闻一下。老婆闪开。电脑家里边。哎呀，我说你们两个不就是推销点茶叶吗？至于吗？啊，你看看头打得头破血流的，还你鼻青脸肿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说。老板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拿那个茶叶上去推销，人家不分青红皂白，兜头就是一棒。哎，你不是会武术吗？你咋又被打成这样啊？我也没准备呀、啊，我正让人家闻茶叶呢，人家上就一下，一下就给我干晕了。啊？不，你到底会不会武术啊？老总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不会呀、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样都被打，消费者武功该有多高啊？哎呀，现在推销点东西太难了，玩命啊这个！哎，进来。哦，你好，老总，你这是张业务员吗？哎，对，张业务员，进来。哎，你靠边，靠边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公司啊是一个很健全的公司，要训练这个职员的身体，我让他们没事练散打。都打成这样了、啊、嗨，工作需要。你能打吗？能打，我今天中午就开晕一个。那你扛打吗？扛打，我老婆每天打我5-6回。你对工资有什么要求？你那个招聘广告上不说一个月10000吗？没错啊，差不了啊，就是10000，你可以问他们。工资很高，就是风险也很大。高风险高收入吗？你想挣钱吗？想。你嫌钱多吗？不嫌。那就妥了。老板，咱们主要从事什么业务啊？推销。推销？怎么能叫推销呢？现在轮奸都不叫轮奸了，叫轮流发生性关系，对不对？诈骗不叫诈骗，叫教育他人提高智商。你知道抢劫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运动式代替他人保管钱财。那我们这个推销就应该叫做推动人民群众消除贫困。哦，哎，明白了吧？哎呀，中华语言呢、啊、博大精深，你们学着点啊。
老板，我又被打了。啊？怎么又被打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知道他要查验，一老走过来，冷不丁的给我一板砖，我就打人了。啊？Thank you.